这么快就要走，你好不容易回来，今天晚上别走了。不行，晚上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干。你放心，等我把事做完了，一定回来找你们。我再也不走了。那拉倒这火力，老他妈猛了，咔咔就对着半天。 啪啪，我就来回躲呀，耳朵差点没给我干掉一个。正这时候，太君们就来了，啊，太君们来了以后，对他们一顿狂射，哒哒哒哒。不一会儿，那俩小子没动静了。我一听，我说太君，变羊了，咱抓活的，他俩好像没子弹了。我拎着枪，我就出去了。喂，你说，这俩小子，我跟你说，那叫什么来着？要想跑，那叫。 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那没法。结果呢？结果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二十个蒙面歹徒啊！嘡嘡嘡一顿乱枪，太君们咕咚咕咚咕咚，全玉碎了。哎，郭三儿啊，你说这太君都玉碎了，你小子怎么还活着？是不是躲起来装死来的呀？我怎么没装死呢？我这。 你他妈才装死呢！你，我没装。那你说你躲哪儿了？我就躲。我才没躲呢！我躲。你给我下窗户都给我整烂套了！我说我说到哪儿了？我就我他妈拎着枪我就上去了，知道不？我上去这俩小子一看见我，咔咔，两枪都躲过去了，还想跑？我第一枪就追，知道不？那俩劫匪你逮着了？我这。 我他妈上哪儿逮去？这俩小子他妈飞贼，蹭蹭蹭几步就没影了。啊！哎，行了，郭三儿，别跟那吹牛了，还飞贼带翅膀的呀？我告诉你，郭三儿，要是我四猛的在，一个个都给你逮回来。还四猛你也就吹一回，你试试，你就你上那，我跟你说，不下你半死，你得尿裤子。我告诉你，还你。行了，别，你也就讲给他们听。开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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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死亡的饭好了，吃饭。郭警官，今天你辛苦了。是，这把我累的。多吃点啊。是挺累的，谢谢年长。大夫，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？ 是肺炎，很严重。肺炎，这种病我也治不了，得马上送医院，越快越好。大夫，你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，你一定要救救他。不过，治这种病的药特别贵重，而且还不好买，最好多准备些钱嘛。好，那我送送你，大夫。 东西取回来了，取回来了，放我家了。是按我说的做的，全都是旧账，他们一点线索找不到。好，对了，经营我们的人是你安排的吧？怎么了？你安排了几个人？就一个。 那这个人太厉害了，他谁呀？红姑。谁？红姑？那可是毕业于苏联卡斯纳间谍学校的高材生。 你们先不要回家，到避难所躲一阵子，风声过去了再回来。钱你们不用管了，我会派人去取的。Waiter。
千万不要回家，不能因小失大。好，我出去一下。 请拿良民证。好，请。行了，我出去一下。我查一查。杜丁先生。 不到百分之百也不能用，宝宝，宝宝乖啊！ 病情确实很严重，需要马上住院治疗。不过，现在医院的床位比较紧张，而且你女儿所用的药品属于管制类药品，我们医院暂时还没有。那怎么办呢，大夫？你一定要救救我女儿啊！要不然你去黑市看看。不过这种药确实很贵。 一般人承受不了啊，大夫，您能帮我弄到这种药吗？只要你有钱，我会帮你联系联系的。太多了，用不了这么多。大夫，我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我女儿。只要你能救我女儿，这些都给你都行。哎，你好，杜威。哟，哎。 喂，是我。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银行劫匪有下落了。小海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几岁了？就是。 别动！云芝，能放开我！云芝，婉儿，爸爸，兄弟，这是干什么？陆云芝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等你很久了。 好，我跟你们走。不过，把女人跟孩子放了。杜云芝，你觉得你有和我
讲条件的资格吗？喂，带走。闪开！什么事儿啊？抓着了。抓着什么了？那个叫普云志的那个银行抢家案那犯人抓着了。普云志抓着了啊？谁抓的？东乡啊。带回来了吗？带到那个松花树那审去。带松花树去了啊？带那儿去了？你还这么高兴？这案子不就结了吗？这个东乡有过我扛着，有功他争着抢着去领。上头这么重视这个银行抢劫案，他拿到线索不但不跟我说一声，反而尿不悄的把案犯给抓了，抓了不领回来，带到松花树去了。真是没把我放在眼里。哎哥，那要不咱带人把犯人领回来不就完了吗？猪脑子，都带回松花树去了，怎么领回来呀？再说了，他是个抢劫要犯，又不是一只羊，说领就领回来了。啊，那咋整啊？去吧，蒲云志媳妇儿等你呢。钱在箱子里，拿回来就行了。钥匙在我这儿呢。怎么把他媳妇儿扯进去了？普云志自己人呢？我让他和陆局生出去避避风头，他媳妇儿什么都不知道，这对我们安全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走了。说不说？说，看是我的真硬还是你嘴硬？说不说？啊！说说不说？说不说？啊啊！说啊！说不说？着きましたから。おい、胡云志，其实我很喜欢小孩子。如果你再这么嘴硬，不跟我们合作，你怎不希望看到你的女儿为你受罪吧？我说了。就是一个道上混的，兄弟们缺钱了，我就去抢银行。跟我一块抢银行的人已经跑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现在钱你们也拿到了，我也抓了，我老婆也被你们打死了，何必再为难孩子？傅云志，你的嘴真硬。可是，看来。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傅云志，不着急，我可以慢慢等你。他还有九根完好无损的手指呢，啊？
兄弟，我去太阳岛，我有急事着急。你这人真是……哎，看咱买帽子，这帽子不用接是有暖和，给家人买一个吧，便宜。谢谢。哎，慢走啊。 东湘君，你也都没睡。哦，我好像刚才在椅子上睡了一会儿。要不，先下去吃点早饭。你先去吧，我还有案子要处理。我。 愚蠢，这么卑劣的手段！大佐，他就是不肯招供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那他现在招了吗？我本以为他会顾及他女儿的安全，谁知道那个中国人如此嘴硬。你太轻敌了。 他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劫匪，他是受过训的人，是一名死士。也许从心理上，他已经早已做好了他的家人为他而死的准备。那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？也许活着才是他唯一的诱惑。 衣服敞开。你好，请问找谁啊？请问是常医生吗？我是惠子。东湘夫人，你有事吗？我不好意思，还是请您先到家里来一趟吧，我们当面再谈。好吧，那我这就过去。 哦，亲家母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下棋呢？啊，玩会儿。他下得过您吗？哎，下不过，输了，又输了。哎，你这还可以走啊？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没话了，这棋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我明天，明天我一定赢你一盘。好。<笑>吹牛，我去换一下衣服。哎，好。